霍建华和女儿最新路透照曝光，甜蜜嘴对嘴亲吻，小海豚模样好可爱。霍建华和林心如结婚三年来一直很恩爱，不过外界就一直谣传两人婚姻出现问题，谣言传得很厉害时，他们夫妻俩还出来辟谣，而他们夫妻俩的女儿小海豚就甚少被媒体拍到。不过日前就有记者拍到霍建华当奶爸带着女儿出去吃饭，其中就拍到了他和女儿很甜蜜的一幕，霍建华抱着女儿多次和女儿亲吻。霍建华跟林心如在2016年举行婚礼，两人结婚的时候心如已经怀孕，明年的一月两人女儿小海豚就满三岁了。尽管爆料者给小海豚打上马赛克，但还是通过文字描述小海豚的相貌，小海豚笑起来有酒窝，神韵与妈妈林心如相似，而高高的鼻子像爸爸霍建华，五官精致漂亮，百分百是母胎美女。走了没几步之后，霍建华忍不住再次抱起了女儿，又再一次亲吻女儿，感情如胶似漆。